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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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菜喽！今天的这份虾仁咖喱面，我真的可以连吃一个礼拜。就算是吃面，也丝毫感觉不到寡淡。里面浓郁的咖喱裹着虾仁，鲜嫩 Q 弹，均匀的拌进面里，过瘾又解馋。学会之后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如果说有一种汤让我连续喝了二十几年，那一定就是酸辣汤了。每次胃口不好的时候，只要熬上一碗，整个人就舒服了起来。酸辣汤的配方还算比较丰富，但是大多都是很常见的，具体的做法你们记得看字幕哦。西红柿要先在锅中翻炒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好看。水开之后，加入字幕上的其他配料，再次沸腾后加入辣椒面、鸡蛋液和生粉水，后边两种记得边加边搅拌，最后撒上一把香菜就可以出锅咯。其实把酸辣汤泡在饭里也超级好吃，这样一碗真的是太丰富了。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上菜喽！你有没有对一道菜有特殊的感情？记得上高中的时候，每天中午我妈都会来学校给我送饭，当时我最爱吃的就是黄焖鸡了。每天晚自习下课都伴随着空气中黄焖鸡米饭的香味，这可能就是我那段艰苦岁月里最温暖的记忆吧。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上菜喽！清明节的时候，你们那边有吃青团的习惯吗？软糯的小青团包上自己喜欢的馅料，清爽不甜腻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个蛋黄肉松馅的，屏幕前的你赶快一起应应节气吧。
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